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肌力的训练。在练习开始之前呢，请你先确定一下家里有没有适当的空间，足够的空间可以提供你运动。所以如果没有空间的话，把桌椅或者是易碎的物品稍微移开一点点，准备好毛巾、水、瑜伽垫，我们一起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腹部的肌力训练，我们会做一点点的翻滚的动作。那要留意一下，每一次不管你是向右翻还是向左翻，在休息的时候都是回到中间的时候，所以你不要翻向右侧觉得好累了，就突然的把动力或是把动作停止下来。这样子的练习的话，效果会比较弱一点点，尽量坚持到最后哦。我们让身体躺下来吧，让身体呢轻松的来到地板。我们先做暖身的练习，将你的双手双脚往上抬，手腕脚踝轻轻的绕一绕，向反边动一动。等一下在翻滚的时候会用到很多末梢的力量，所以如果你比较常常脚底或是脚背抽筋的人，我们在这里多花一点点的时间，把你的脚稍微勾起来，脚背用力往下，双手也一起勾着向下抓，勾着向下抓。那如果你等一下练习还是觉得快要抽筋的话，动作可以先做小一点点，但是末梢的力量还是要加进来才会比较好做哦。好，我们把脚轻轻的踩下来，做几个流动的桥式，呼一口气，预备，吸气，臀部往上提，吐气往下，吸气向上，吐气回来。不需要推到很高，我只需要你留意一下大腿的后侧，还有我们的背部。然后下来的时候是从你的胸口、你的背、你的腰、你的屁股再慢慢放下来。往上推，留意大腿后侧和我们的背，吐气从胸口放下来，最后一个向上，向下，屁股回来之后，将你的右脚弯曲，手来到大腿或者是小腿的上方，将左脚伸直，我们在底下做换脚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每一次脚抱进来呢，尽量让大腿靠近你的胸口多一点点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脚的动作持续着。我们让头轻轻抬起，右，左，右，左。你可以带上身体，看向右，看向左。记得脖子的力量只要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太用力缩进来。最后三、二、一，身体回来之后，先把头放松躺下来。我们回到右脚，这一次呢要放在大腿的后侧，将左脚轻轻的放在地板。我们做滚背的练习，大腿向外推，小腿向下压，同时肚子用力，让身体回到中间坐起来，再次向下躺。吐气往下压回来，往下躺，往上，向反边，左脚向后，大腿把你的手向外推，小腿向下压，同时抬头让身体起来，往上，再往下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滚背做起来有点卡卡的或是很困难的人，在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放开一只手，轻轻的推一下地板。等一下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滚背的动作，所以在这里先花一点点的时间找到身体哪个时候要一起出力，还有哪些地方要用力。最后一个，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主运动咯。第一个动作呢，让臀部向前，
双手扣住你的大腿，让身体向后，我们做滚背。回到中间的时候，脚点地，双手打开是一个 V 字形的位置。每次手往上的时候，把你的身体再往上提高一点点，连续动作，向后，回来，往上，回正，向后，回来，向上，回来。我们准备加上脚 V 字形，把脚往上抬，收回，落地，往上提 V 字形，回来，呼吸，往上，吸气，吐气，落，吸气，往上。我们再做一个，吐气，吸气，往上。接着让身体来到坐姿，让臀部稍微向后挪一点点，两只手来到屁股的两侧，让身体微微的向后，再回来，有一点点像你刚才的滚背，但我们只做一半就好。向后，再回来，接着向后，把身体再往后，我们加上脚，右，回，左，回。两只手，如果你想要更多挑战的人，也可以放在脚的两旁边。眼睛的视线，我们都尽量看着前方就好。尤其是往后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让脖子做一个甩动的动作，让你的背整体的一起向后，再一起回来。来，最后一个，右，左。接着我们让身体躺下来，回到地板，将我们的双脚往上抬，选择你的膝盖可以直或是弯曲，两只手背在背后，让我们的胸口打开来，吐一口气，双脚往下45度，脚要停留在这里了，我们做身体上下上下上下，每一次上来的时候都是吐气，回到地板都是吸气，往上提，再往下放，上下上下。如果觉得膝盖太紧绷的人，脚也可以弯曲，身体我们做一样的动作。最后四个，三二一，让身体放松，躺回来，两只脚轻松的左右动一动，同时我们调整一下身体的位置。现在要请你的身体呢向右边躺多一点点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翻向左侧了。两只脚先做弯曲的，手往后扣在一起，大拇指扣住，其他八个手指头往上提，让身体提高了，再慢慢的向你的左边翻过来，你的身体跟你的脚会一起带动，再回到中间。那我们要试着把脚伸直咯，双脚往上，来到刚刚的45度，头手脚抬起，整个人一起向旁边翻过来，停留在这里，两只手跟两只脚往上，再往下，往上，再往下。每一次抬脚的时候，感觉到你的侧腹部往内收，再放松，收，再放松。最后一个，让身体躺回来，在这里坚持一下，全部都回到中间了，再放松下来。我们同一边再做两次连续动作，头手脚抬起，转身往上抬，我们做四个，四三二一，回到中间，放松下来，再一次向上提，头手脚抬起，向左翻，抬脚，四三二一，身体回，放松下来，相反边，所以一样，我们先往你的左边躺一点点，两只手先往上，头跟身体先抬起，膝盖先弯弯的，
先找到动力，手一直往上，身体跟着带动，臀部跟着带动，再回到中间来，准备加上你的脚咯，头手脚抬起，脚的高度可以不用很高，身体往上抬，向你的右边翻过来，停留在侧面，双手双脚一起出力往上抬，上上上上一样，侧腹部收放收放，身体回来，坚持一下下，回到中间放松，连续动作，头手脚离地，向右侧翻，就定位了，往上抬，四三二一，回到中间放松，再一次往上抬，向右双脚，四三二一，中间回来，最后一个向上向右往上抬脚，四三二一，身体回来，让身体放松，回到中间，两个膝盖放松，左右活动一下，我们试着把动作串联在一起，双脚弯曲抱着脚，身体坐起，每个动作我们做三次就好，往后滚，往上 V 字形，向后向上，再一个向后向上，手放在旁边，身体往后，右脚回来，左脚回来，右回左回，再一个右回左回，身体躺下来，双脚往上抬，手背后面向上，三二一，放开双手，向左边翻转，回中间，向右边翻转，回中间，再一次左右左右，回到中间，放松你的身体，两个膝盖轻轻的左右动一动，像一开始的暖身一样，我们先抱着一只脚，你可以抱住大腿或者是小腿，我们做一个吐气，让大腿靠近身体，在这里你可以轻松的摇一摇，晃一晃，松一松你的腰，松一松你的背，相反边另外一只脚抱着左右动一动，摇一摇，晃一晃，四脚朝天向上，手腕脚踝动一动，相反边，手放松，脚轻轻的踢踢，现在我们要经过侧躺，让身体慢慢的坐起来咯，来到侧面，手稍微推一下地板，让身体轻轻的坐起，我们让身体呢来到轻松的坐姿，最后伸展一下脖子，两只手扣下巴收进来，吸口气，打开手，吐气往下，吸气打开，最后一个吐气，将双手向前推，一个深呼吸往上提高，打开双手，放松下来，今天的练习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才的练习，身体的状况感觉如何呢？如果你发现你有一部分的肌力比较弱的话，在平常的时候就多练习一点点，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上下半身的差距，可能是左右两边的不平衡，
所以相同的动作，如果有一只脚做起来比较吃力的话，要给它多一点点时间练习，身体才会越来越平衡，越来越健康哦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